对，这边是一个开门器的钉顶，打开，把线塞进去，线条在中间碰头，然后现在就可以压，压到底，又要四缝合一，模具要合拢，然后抬起来，压下去，抬起来，然后接完之后，因为在这边可以看见了，线已经接起来了，你要从上往下配，不是？我这配到了吗？好，接起来之后，就把这个压杆往右边拧，打开。往上一抬，模具就打开，就取线，线就可以拿出来了。这个模具就可以就完全接好了这个线。